哎，等等，干嘛呀你？这什么都没准备呢，戒指都没买，就这么直接来了，弄得我挺紧张的。你这，我跟你说，你放松一点，首先咱们要用咱们的真诚，就真的打动他们，先让他们原谅咱们。这求婚的事儿啊，慢慢来，啊，你再等。怂样。 人呢？艾米呢？艾米今天请假了，没在店里。向先生，向先生，刘总他真的不在公司。向先生，刘总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许多都出院了，跟月子线两个人都关机，完全找不到人。 不在店里，刘胜男也不见了，他们四个女的怎么了？同时消失了。咱们四个好像还是第一次单独约会哈。是哦，应该说老天总算给了我们四个机会，让我们单独可以在一起。他们倒是总聚，但我们不容易。是啊，多不容易啊！ 你说这世界这么大，这么多男人，我们四个人偏偏选择了地狱四兄弟，我们简直就是伟大四人组。哎，这词儿，咱们四个永远想不明白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，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。我们永远都要为他们着想。那我们还跟他们在一起干嘛呀？我们四个在一块儿啊。啊？这么前卫吗？月小姐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看啊。 每次都是我们担惊受怕，为什么呀？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我们自己的时光呢？我们可以去旅游啊，忘掉他们四个，去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多棒啊！Good idea， 好玩，我加入。这什么这？医生都说了，你要静养，这旅行是最好的静养方式。那不会跟你说吗？怎么，没有男人你就活不了啊？你的世界就只指望男人了吗？ 难道你就甘愿成为一个附属品，听他的安排，彻底的失去自我？说吧，去哪儿？咱们路上商量吧。我现在就给老郑打电话，送我们去机场，全程姐安排。能不能给我2个小时？我要去办点事儿。 4个人全都关机，从早上到现在。 不是这4个女人集体消失啊？哎，不是，按正常来讲，这刘胜男跟许多他俩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，都不可能会关机啊。反正至少胜男是肯定不会关机的。这四个人商量好了吧？哎，要不咱报个警？报什么警啊？不会是集体要跟我们决裂吧？我去，不会这么扎心吧？我们刚决定往前迈一步，怎么着？都撤了？哎哎，兄弟们，有情况！ 月子线更新微博了，发什么了？列夫·托尔斯泰曾说：“我会有这样的爱情，全世界分为两半，一半是他，那里一切都是欢喜、希望、光明，而另一半中没有他，那里的一切是苦闷、黑暗。但是男人似乎永远是喜欢黑夜的动物，所以我们要自己去追求光明。追求光明，他们能去哪儿啊？他们会上哪儿去呢？”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，肯定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于是，狼跑到面包师那里去，让面包师。兄弟，我们家许多呢。月子线呢？艾米呢？我前妻呢？ 我不知道，许多出院了，不应该啊！不是，那他太不懂事了，好歹得跟我们说一声吧。至于你们的前妻啊、女朋友啊，我根本不熟。你别演了，许多出院了，白医生会不知道？你跟白医生那么熟，他没跟你说？
哎，兄弟，我觉得女人瞒我们就算了，你一个大老爷们你也瞒我们，合适吗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你别鼓捣了。不是你哪波的？你这是啊？那我应该是哪波的呀？我真不知道。真的，真的。走吧。有一位很穷的老樵夫，拿出平生积攒的一点钱，让儿子去读书。儿子论文功课啊都很好，可老樵夫的钱……哎，等一下，小彪，你把这借叔叔看一下啊，谢谢。他们肯定来过，骗我们。第二天，他带着儿子进山，他们整整看了一个上午。别养了啊！小苗刚才都跟我们说了，他们来过。你说你一个三十好几的一个大老爷们，还不如一个七岁小孩诚实，你臊不臊得慌？老陈啊，可怜勇哥笑谈乐。何况从来兄弟情，咱们还是不是朋友啊？还是不是兄弟了？是不是老爷们儿了？哎，我找你这事比较为难，这样行不行？等你跟白医生你们俩婚礼的时候，我给你们来一个全智能婚礼，最顶端的。哎，所有婚礼里面蛋糕我来负责，你负责得了吗？我负责，我是甜品师，我全部免费给你做。那所有礼服我来负责，高端定制绝对免费。那我免费给你主持婚礼了。不是，我是那种占便宜的人吗？你们帮我分析一下哈，如果将来你们得到幸福了，他们是不会在乎我今天的背叛的，对吧？许多说了，在一切开始的地方。兄弟，谢了。高总，我听说江大凯在利用所有的人脉，想把事情翻盘。后天就是智能大会召开的日子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作为证人去组委会进行申诉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没有时间了。你没时间？对。有什么事情比项目还重要的？许多许多。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给扔出去啊？我们来干嘛了？就是要抛开一切，抛开男人，享受我们自己的快乐。好吧，扔了。咱们得上哪去找啊？三亚这么大，这不跟大海捞针一样吗？哎，这个三亚虽然大呀，但是有一个地儿他们肯定会去。什么地方？酒店啊，而且只要有刘胜男在，他们肯定住最好的酒店。三亚顶级酒店这么多，至少有十几家。
如果咱们能问到信息呢？信息？哎，你好，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我这让他们透露点信息也太难了，这越着急越找不着啊！哎呀，今天要是再找不到的话，明天也许这姐们四个就去别的地方玩去了。我就想不到，我跟许多第一次见面在这儿，这兜兜转转又回来了。哎，又见到你们了，又来玩的。这就是当初在三亚追的我死去活来那保安。又来追你女朋友了？哎，对了，你有看到我前女友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女朋友。我看见了呀，还是我接待她入住的。在哪儿啊？现在，他们应该在 Happy 吧 ？Happy。